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做的鱼，木呀，小铃铛，嘿，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小铃铛。欢迎收看我们的新方块大冒险。感谢小伙伴的收看。等等，你手中举着个仙人板板干嘛？你要日常吗？这都被你看出来啦，这个是上期小伙伴说的那个 板哦，板，你看一对，下。是这个板板吗？对，攻击伤害才521呀，哦，五五二四二啊。四吧。不是，你。按道理来说，524一下可以把你给撸死啊！我穿的套装蛮溜的，我穿的这个衣服挺好的。你看一下，你脱一件，脱一件。我全都脱掉，你试试。然后这两样东西给他，我看一下能不能合成啊？合成了吗？两块合成一块了，你再过来，再过来试一下。你看他的伤害有提高吗？伤害还是一样，过一个，没啥效果，没什么卵用的东西。而且无法破坏也被，好了，那都没有了。这种的新方块啊，给你，咱们找个地方继续开吧。这个小本本我放家里先，东西都满了背包。咱们得换一个地方了啊。那里被我们霍霍的好像很惨的样子。我看一下这个地形，我是这个地形在沙滩旁边，这里可以，这里可以。来我这。等一下，我先把东西放一下，我准好，备我开听听啦，你。铁定。你先开吧。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做几个箱子。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一堆乱码，马一赛堆乱克。码吗？看一下可以合成吗？我看试一下啊。没什么卵用，不管它，先放我背做包几里个面箱吧。子先。绿宝石，然后这个什么，哇，我又开出来这种靴子啦，什么鞋子？我过来了。就我身上穿的这个，爬行者，嚯，有个，喂，没关系，我手中这把武器是专治你们的。开玩笑，一刀一个小朋友。我开出了这什么东西？糖果吗？来，给你吃糖糖。我他的击退效果有点变态啊！来，怪叔叔给你吃糖糖，跟着怪婶婶一起去玩。你有病啊！你要啊？等一下，咦，我先把这些垃圾全部丢掉，然后咱们换个地方开吧。这这稍微里又走被你开，霍霍没了。稍微走开一点，空的。这是什么？又是空的。哇，彩色的剑，你抢我的，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我看一下攻击伤害43.75，有多大？哎呦！为什么我中毒了？你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呀，我这边是也是中毒的效果。这什么粉红色的大炮？应该是之前有开到过的，威力并不是很大。哇哇哇哇哇！我被飞这么远，你看到没？我听到了莫影龙的声音。你刚刚又听到莫影龙的声音？对呀。你手中这个什么斧头这么大一把？这是，实话告诉你，那是开天辟地的什么不不不不不啦什么这的是盘古的那个战神斧吧？应该是的吧，也许可能大概吧。哎，又一把这个剑，攻击伤我害看五另外十一个六是什么点剑？五二，看一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攻击伤害75，你这个又是什么剑？为这什个么剑是？连挥动的效果都没有。为什么是这样握着的？对啊，而且它挥动都不能挥动。是咱们有身上有那个击破的效果，所以看着挥动不了。铁我怎定，么踩了这个许愿井没有任何哇，好多屏？苹果，这种苹果看出一下效果。我的又开天了这哪，种剑。加了这么多血，还有伤害吸收。哎，咦，又一双这个靴子，这是另外一种。绿宝石，又一个许愿井。哇，咦，我听到了好东西的声音。不是刚刚发生什么？你怎么炸了？我也不知道啊，刚发生什么？我开出了一个大僵尸，我走了，再见，溜了溜了溜溜溜溜了。哎，
这个胸甲，这个胸甲就是你身上穿的那个，我开出来了。我这个裤衩，我开出了一个苦力怕。这个裤衩子，这个、裤衩子应该挺屌的。头盔，哎、你好，嗨，再见。这什么头盔？有什么效果的吗？保护是多少？看不见，先不管它。这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哪！你又开出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我看一下。你在哪里？这小僵尸弄死他呀！我就在你开出小僵尸的地方。这个有点像饭团头。我看一下，你给我看一下。很可爱。饭团头。我没有改右键。这个，我保护效果的，这应该是个头盔吧？哎。嗨。超级可爱的饭团头的头盔。嗨。好了，咱们继续开吧。铁定。你在卖萌吗？这种东西，我先把身上整理一下吧。帽子戴上，我的， Hi. 你看我的头，你看我的头。啊，那啥用？你看我的头，脑壳上面，脑壳顶上。你的，不是你脑子里面装的全是屎，居然有人敢吃你的脑子？那个明明是眼睛好吗？我是二郎神，我多了一只眼睛。又是大僵尸，去死吧你！好多天梯呀、啊。石头。哎呦，发生什么？我的天哪！不是，你开出个什么东西啊？我就开出了个炸弹一样的东西。森林被烧起来了。我换个地方，来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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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全都是原木。我开到了一个超级不得了的东西，我的天哪！什么东西啊？弄它，弄死它，弄死它！好像很屌的样子，我看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不，好像有几千万还是几个亿的伤害。我看一下，这才是真正的神器吧。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八亿伤害！我的天哪！这个才是真正的神器，这是个吉他吧？有点像，它刚好开出来的时候出现了个灯的声音，应该是个吉他或者是。我的天哪，这个东西厉害了，这个东西伤害这么高的。对呀、啊，比你那个大棺材板的，厉害多了。什么叫做大棺材板？仙人板板，仙人板板。什么叫做我的仙人板板？你的仙人板板。给我接张图，给我接张图。等一下，咱们记几节吧，记几节。来，咱们继续、对啊、继续开新方块。诶，一个小棍子。哇，黑曜石。来，这是你的摩擦摩擦摩擦。有个。那你的摩擦又摩擦的菊花棍。什么摩擦又摩擦的菊花？它有什么效果没？哎，拿去了。这个很也算是一种神器吧，六的那个神器，因为我刚刚打那个。先试一下这个木棍有没有伤害。有没有伤害？有伤害的，你打我一下。你看，能击飞好远。我把那个装备脱一下。击退效果啊，这个击退棒。你过来看一下，打我一下木棍。滚！好，你滚。你看，好厉害的哦。哎，这什么东西啊？你把我的东西捡了。我捡你什么？没有，在我身上。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我先去开别的新方块。这什么东西啊？可以合成吗？哇，这个东西好像很屌的样子啊！居然，我的妈妈呀！我好像看到不得了的东西啦！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这把武器可以合成的，下界之气加上金锭，比什么武器？跟这把吉他一样的，它的伤害加了几百倍啊！你看看，怕不怕？就问你一句，怕不怕？你走开！哇！我又开出什么东西啊？你又抢我的东西，讨厌！一堆钻石，一堆奇怪的钻石给你。这个应该是，这堆钻石应该也是可以合成装备的。金岩留着，假如可以合成什么东西呢？好像没什么卵用。金标也留着。蘑菇牛。哇，又这什么？这个红色是什么？宝石有许愿井。这个应该也是宝石吧？石头。嗨。马赛克的鞋子，空的，瓦学姐，我又看到了你那种。我的愿望是小铃铛，当变头。哎，我变你看我们俩有一样的头哟。
哇，这什么弓？你看一下。这弓之前还有开到过。我干什么不了的东西啦？你等我，我先回家一趟。你等着我，等着我。家里面有木板吗？家里面有木板，给你。你给我木板。你自己拿去，多做几个箱子吧。我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我背包整理一下。我干出来不得了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这边箱子是空的，你过来。等一下，等一下，你等等一下，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嗯，好的，我多做几个箱子。木棍。拜拜，Vlog。你好，就穿了，你是穿了无敌的装备。对呀、啊，那我把这个装备脱掉一下。来，给你，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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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攻击伤害，看。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比的路的不大不大不大不路不路不路不大不几千兆几万兆的伤害，就问你怕不怕？多少？就问你怕不怕？刚刚那个宝石，这个、你怎么合成的呀？刚刚那个宝石，喏，就是这个宝石，这个宝石合成出来的。我只想说，前面的那些装备都是垃圾，都是垃圾，真的都是垃圾。谢谢哥哥呢，这个我就收走呢。来，咱们继续开吧，继续开吧。嗯，好的。什么怪物在咱们面前都是浮云？哎，谁开出末影龙了？这里为什么会有只末影龙？可能他爱你吧，他就在这里待着。又是这种靴子，这什么衣服？我开出了个凋零，你觉得我会怕他吗？弄死他！用就用那个吉他，一吉他拍死他。纳基，一刀秒好吗？纳基。哎，这是什么？我好像、哦、就是刚刚开出来的那个。哦，对，我差点忘记了。我怎么了？我在线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怪物蛋，等一下，什么怪物蛋？你等我啊，我回去拿。我是把它放在哪里来着？那个怪物蛋呢？那个蛋呢？蛋哪去了？哎，蛋哪去了？蛋蛋跑哪去了？蛋蛋不在你的身上吗？不在我身上，哎，奇怪了。我记得我是把它放进箱子里面的，我的天哪！你能相信我自个儿穿的这套衣服，我自个儿空手都能撸死一个怪吗？肯定是可以的呀！你打我干什么？碰你一下。哎，蛋蛋哪去了？哦，看到了，看到了，找到了！这个怪物蛋，咱们找一个平坦的地方，有惊喜！你相信我。嗯，好的，我踢踢你。做好那个迎接惊喜的准备了吗？我先把时间调整一下。我已经拿出大宝剑了。看着啊，不要眨眼啊 ！BGM 我先关一下。不眨眼。这个家伙自称是自带 BGM 的男淫，怎么好了？先不要打死他，反正咱们现在是无敌的，不要打死他。嗯，好的。三、二、一，出来吧！好嗨呀！好嗨呀！好嗨呀！我听着音乐不由自主的嗨起来了。他手上拿的是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你没听到那个 BGM 吗？自带 D 我没有，我这边没有任何 BGM。自带 DJ 的男音，你把那个音乐打开，音乐盒的那个音效打开。没有。还是没有。那可能是我这边才能听得到。嘿，嘟一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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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嗨啊，真的。还有，这 BGM 还有。他会给打死，你知道吗？他爆出了一个，这什么玩意儿？他那个武器有爆吗？这个就是有爆，这就是他的武器啊。你看一下，这就是他的武器啊。伤害太低了吧，这个武器。而且还带那个中毒的效果啊。我的天，这武器的伤害感觉并不是很高，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武器的伤害高，感觉已经是真的逆天了。好了，咱们把，哇，这什么宝石？咱们把剩余的幸运方块都开掉吧。我的已经开完了。
火焰梗 TNT 又是一堆的宝石啊。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你猜干什么东西啊？就算你是无敌的，你觉得我会害怕吗？这什么？这哦哦试一下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们说的开创造模式都能被秒的那个药水，对吧？我只是想试一下而已。不是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妈不让我跟你玩，你走开！你来这个大傻子！我还剩下四块幸运方块，我把它都开掉，看一下还能开出什么东西？哇，一堆的青金石，最后一个。我再看一下别的。好吧，最后一个居然是空的，一朵小花花。我开完了这边，我早就开完了。来吧来吧来吧，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就先结束了吧。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